忘记被没收，计划大失败，还只能关在这等着被遣返回过去，这算哪门子赢了？我们输惨了。啊，那晶晶呢？晶晶咋办呀，博士？喂，你们该抓的是我，和晶晶没关系，我才是扰乱时空的大坏蛋呢。喂，听见了吗？别抓我女儿，求你们了。嘟嘟比，博士是？根据分析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帮助青青。嘟嘟，那可未必。总算联络上了。香蕉博士，跨时空通讯真够麻烦的。听着，我早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，所以我早就给青青造了几样特工装备。特工装备，无影隐身衣，亚音速飞翼，自带穿墙锁头瞄准的空气炮手套，还有任意穿梭鞋。只要我激活他身上的这些道具，去奇趣总部，青青只要动一动小拇指，就能自己逃走了。太好了，这样青青就有救了。不愧是我偶像，我太爱你了。你谁呀？那还等什么呢？对，青椒博士，快激活呀！好嘞，特工装备激活！怎么回事？特工装备得先发热变形才能算激活嘛？等，不会吧？项链怎么在这里？这个我们没来得及送给青青，就输了。完了！青青的特工装备我都藏在变形后的徽章里了。什么？这不又回到一开始了？青椒博士没了，这下我也没办法。青青，哦，这是特别新闻，超级时空罪犯青青将在30分钟后永久流放到宇宙某个无人行星。接下来我看一下。流放到宇宙？及时阻止了初代特工犯下大错，有了这大功劳，队长的位子还不是我的？小明，那个青青既然是初代的朋友，应该不是坏人吧？我们真的要惩罚他吗？也许他是有什么……怪力女，时空管理法最重要一条是什么？为了不让时空产生混乱，时间飞船禁止奇趣特工之外的人使用。对，他可是违反了时空管理法，正如999队长所说的，规矩就是规矩啊。可是，青青，都怪我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不要，我要见不到青青了。本喵也不要啊，可真的已经没办法了。还有，在最终流放前，我们还能再拼一把，救出青青。你想硬闯救人？就目前的情况说定的。哥哥比豆哥，不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呀，只要能救青青，无论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用这个。来，冲过来。结论，计划成功率只有0.0001%。这算不了什么，想想我们遇到的伟人吧，不管多绝望，多少挫折，多么不可能，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相信自己，绝不放弃，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关键时刻。来，奇趣特工出动。好，大家燃够了吗？问题来了，有谁知道青青被押去哪儿了吗？我知道，我把路线告诉你们。佛劳，为什么？本喵知道，肯定是你良心发现，弃暗投明，对吧？反正就算阻止了，你们也还会死缠烂打，对吧？烦。又不是毁灭世界的大危机，别浪费我宝贵的睡眠时间嘛。所以我支持大团圆结局，你们赶紧完事就好。
这样啊，伯劳，谢谢你。那个，凯奇他们还好吗？前辈们没事。那我爸爸他……因为你的阻挠，柠檬博士实际上并未对时空造成多大影响，因此他的惩罚只是警告拘留。啊，太好了。开启通道系统，畅通无阻，流放之路开放倒计时。青青，对不起，就算动机是好，可规矩还是规矩。嗯，我明白，做了错事当然要接受惩罚。青青，放心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啊，好帅，英雄救美呀。爸爸，凯奇，你们为什么？我就是个自大自负自私看不起别人的大笨蛋，但就算是这样，我也是你的爸爸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救你。按计划行事。隔壁来冲啊。这是最后警告，看在你们是初代特工，之前就当是误会，可要是再往前，你们就是明知故犯，必须受到重罚。够了，是我错了，所以求求你们停下吧。前辈们，请到此为止吧。我绝不会放弃，通天火箭拳。你们，冷静冷静。通道准备好了，队长。流放之路，启动。光能手指舞。凯奇，不能浪费时间了。萌叉叉，就用那招吧。明白。哇，好深，好可怕啊。喂，伯劳，不是让你看好他们的吗？我是云雀，伯劳睡着了。你骗谁呀？总部安保可是我负责的，你这是想坑我是吗？喂，肖博，喂喂，好家伙，你的假期别想要了。青青，我们来了。逆转光枪，超频射击。嘿，再来！逆转光枪，再来再来！做好应对准备。不行，不能再让队长表现。四郎，你去拦住闪电炮吧。了解，交给在下吧。奇趣一闪。又是你这大狗狗！时间紧迫，我建议大家一起上。且慢，在下接到的指令只是阻拦闪电猫前辈。谢谢你侍郎。闪电猫逆转光枪。大狗狗，没想到你挺讲义气的嘛。好，本喵也走了，拜。在下必须拦出前辈。喵，职责所在，请见谅。奇趣千仞斩。喵，也太死板了吧。彩虹剑剑刺解除。百变重锤，我笑。隔壁的。
不起，小明说了，不准你们过去。奇趣亮晶晶。这就是流放之门。